让武汉经过一个月的战斗，今天我们终于收场了。我要代表我们全县总部、总指挥部向大家打出热烈的祝贺，要确保我们大兴的平甘蓝平甘回家。休仓不等于闭仓，我们看继续原地待命，原地待命，调整休息，做个调整休息。我们将一切行动听从指挥，如果有什么任务，我们再继续，我们继续战斗，继续战斗。